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我朋友珍藏了多年的八骏图真迹，这不好不容易拿出来说让我长长眼，结果我这不看不知道，我这一看吓一跳，你说你画个驴上去那也就算了，这怎么还整个木马上去了，那真不是我吹啊，就这水平还没我儿子画的好呢，你看啊。